拔掉我脱衣服的那块砖，好不好？嗯，因为脱衣服才好脱，好不好？现在好像比较晚上床哈，对，大家都晚上床，大家都晚上床了。以前我们八点就才上，八点，对，等他们坐久一点。八点才上床？没有啊，我每次来六点多就。三年前呢、啊？三年前。对。哦。我们以前三年前就八点才上床。哦。他从几点就下来坐了？啊，三点多、啊。三点多。我们以前坐比较久。三点，那现在七点，四个钟头嘞。四个钟头，那换尿布怎么换呢？有上床换，然后又起来坐啊。哦。对，以前我们那个，他们会上厕所，就带他们去上厕所啊。那我妈不会上厕所怎么办？就把上床换好了，起来坐啊。哦。来，爷爷奶奶。嗯，小胖接受哈。那我。一二三。干嘛录？他换尿布不要录啦！啊，不录，换尿布不录。你关掉了。